你没有打火机，却能点亮我的心。吉林。哎，叔叔，你怎么还在这儿呀？哎，我过来呼吸新鲜空气，这边空气挺好的。我准备出门了。我也是顺便路过。你去哪儿？我去给我爷爷采茶，因为别人家的都采完了，我们家的没人采。啊，去哪儿采？就那座山呀。那边风景好吗？肯定好呀，那海拔比较高呀。我也是去那边，我出来看风景的。咱们俩顺路，真巧。你要去上面啊？啊，对。走吧。啊，那我跟着你走。走吧，叔叔。远吗？不远呀，几步路就到了呀。不会又走一个多小时吧？不会呀。好，那我跟你走。小心一点。你告诉我走几步路，又走了一个多小时了，还没到。这还算远吗？这看来你平时很少锻炼。到了吗？到了呀，这些茶都可以采。你看这边风景好美呀。哇，风景美。对呀。人更美。我要开始采茶了。好。我来帮你。你可以闻一下我们这边的茶叶香吗？好香啊！真的呀，真的好香。今天，你有没有想过找男朋友？我还早呀，不过现在还早。对呀，你还小。哥哥，怎么没见到你哥哥呢？我哥已经去世了。怎么回事？他17岁的时候就生病了，然后治疗了一年多，没有治疗好就走了。那你爸爸妈妈呢？我爸爸已经分开了呀。我妈妈的话，她就在哥哥去做手术的时候捐过自己的骨髓，所以身体现在也不怎么好，平时都在家。你爸爸呢？我爸爸，我读大学的时候，我爸爸就有自己的家庭了。然后平时我读大学生活费啊，学费这些，我都是自己一个人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我是不是问的有点多了？没想到你这么坚强。可以抱抱你吗？哦，算了，谢谢，我习惯了，没事的，叔叔。行，我差不多要把这个茶拿去收割的地方了。好，这是我帮你擦。这个不能要啊！这么挺好的呀。你这是叶子，真的不能要呀！啊，这是叶子呀。我要走了，去收割的地方。好，那我跟你走。哇，这么多人，这得排多久？还有一会儿吧。哦，要不这样，我想上个厕所，你可不可以帮我先排着？可是我又不会呀。没事，你先帮我排着。这马上都排到了。等我回来嘛，你先帮我排着。哎，行吧。谢谢。哎，老板，今年茶叶怎么收？30块一支嘛。30，这么便宜？那你看这有多少？你这个2支左右嘛。那我就打。商量个事儿，哥们。我待会儿给你500，刚刚那个女孩过来，你给她80。为啥子啊？哎，你别管那么多了，剩下都是你的，我给你转500，待会儿。好。哎，该我了吗？我在外边等你哈。好。你直接喊我来的。两斤的。你这个不靠谱啊！天哪！今年的茶好挺好的哎。怎么了？今年的话价格收的好高呀。多少钱？80块一斤。80啊？那你平时收成多少？去年才30。嗨，发财了。哇，下雨了，要回去了。要回去了吗？你应该回
我的爱。谁让我从未向你坦白，多年以来默默对你深切的关怀，为什么你还不能明白？